采用三洋油车车架，为了呈现饱满的姿态，需要手工制作电池仓平插吊饵以及车身加固，以及喷涂底盘装甲防锈。晾干24小时。前双节为组车做准备。组装全程自己一个人，从来不用小工，信不着。安装电机。线路画龙点睛。一台好车里外都干净，不占座筒。完美的动平衡，保证高速骑行时的稳定性。零公里未磨合的双碟效果，而且有离齿轮增加阻力。姿态就是侧面看，前后都饱满，不空协调。配置72600全顺6000瓦片13寸三代平衡宁德时代21串120奥。下个作品为你视频讲解此车性能以及价格。